Hello 呀，来看一下我脑子短路了写的这个壳，明明是一个肖战的壳，被我写成易烊千玺了。我直到写完了都没有发现写错了，然后就是贴照片的时候才发现，诶，这不是肖战吗？怎么是易烊千玺的名字？然后就对了一下，才发现我的名字写错了，可能是易烊千玺写的实在是太顺手了吧。哎，真是浪费我自己的表情，我要是对自己实在是太无语了，没有办法，只能给它拆了，然后只能重新给它来一遍，重写。先给它上这个颜色，然后呢，干了以后再给它写字，写的是肖战的名字呀，正好今天是肖战的生日。然后吧，我一直到今天才知道，原来肖战也是90后的，我一开始以为他是00后的，以为他才20出头。没想到他是90后的，然后跟我是差不多大的，然后呢，这个壳写的是他的名字，下面加的是这个硝烟四起，为战而来。幸好这个宝贝要贴了照片，不然的话，我可能就是封完存以后才能够发货的时候才能够发现我那个字写错了。然后这个壳的右下角也加了一个那个肖战的那个照片的挂坠，然后那个等上完胶以后再放上去。好啦，拜拜。